展的第一日，人流尚算几好，有书商表示书展摊位租金上升了，但是书价没有太大的升幅。今年铺租大约有10%+到的增长，没有影响到的，但是我们所以都入多了货，又有多了不同的种类，希望可以在 sales 那里 cover 回来。整體書價其實我哋都冇做一啲調整，咁就都係跟翻過往咁樣去處理，咁反而今年係做多咗折扣嘅推廣優惠咁樣。有書迷認為書價有所調整，但冇損佢哋買書嘅意欲。書價都有調整過，不值150以內，$400左右咯。有参展商说今年的租金比去年稍微上升，但是对整体的书价没什么太大影响，他们反而担心天气不好会影响人流，但是预期今年的销情会有所增长。 MY1 News 记者李以琳报道。